大人，这次我倒要看一看，没有了通关文牒，他们还怎么去乐器？若是舍弃官道，遍地丛林猛兽，他们怕是死无葬身之地。 什么时候走啊？我都等不及了。通关文牒是不是在你身上？什么文牒啊？进入乐器城内所需的公文，我放在房间里的，不见了。喂，我跟着你也就是为了混进乐器，不然你以为我爱待在你身边啊？我拿那破玩意要干什么？撤！ 陈老大，我要包船。去哪儿啊？乐琴。可是我这船上还有别的客人，凡事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。没关系啊。 跟他们挤挤。好啊，上船。谢了。陈老大，方向似乎不对啊。我们走的是捷径，你要是走官道的话，还得慢两天。原来你们早就包藏祸心。你钱财外露，怪不得别人。哎，走！